車爛咗一條短直路個距離咧。我哋見到呢兩架咧就頭一二車嘅，其實兩架車嘅距離係近咗好多。後面三四位反而分散咗少少啊，個距離上邊。頭先喺個 F1 度有少失誤，二車就追翻上嚟好多啦。啲頭車好似有少少手緊啦，頭先幾個動作都係。但係咁睇頭車係有啲緊張，真係。好啦，阿奇西已經去翻頭車位置，見到頭車已經讓車俾阿奇西過，見到佢架頭車。可能想捉翻個節拍都唔奇，因為頭先見到咁樣逼落去，應該有個大錯誤，都係時間問題嘅啫。玩比賽有時逼人出錯都係其中一種策略嚟嘅。咦，不過奇西同佢個拉個距離好似遠咗少少喎，已經。啊，奇西自己又上一上課啦，再錯多一次。啲奇西好似駕駛方面放鬆咗少少喎，比頭先。其實而家一二車嘅距離係近翻少少嘅啦。話好未完 ，Thomas 二車又有少少錯誤啦。哦，可能我認錯車。我頭先聽到個咪講三車 Thomas， 咁可能呢一架唔係 Thomas 架車嚟噶啦。但係你見到而家頭一二車咧，完全係黐住嘅，而且開始比較多東西少少。
後車你見到呢幾下個動作都係比較窒咗少少嘅，冇咗之前嗰種流暢嘅，你見到。哦，過啦今次。啊，依、這個大家有少少忍讓，唔係就會有碰撞嘅，佢嘅二車。開始就正式完結啦，而家就呢個衝線圈。好啦，開始就已經全部完結曬啦。一刻埋嗰邊，一刻埋嗰下咯。前邊又係。